官网接近一个 W 的顶级旗舰十四 PM， 现在5000多就能轻松拿下了。这不，今天粉丝就找到了文文，问我5000多预算想入手一台性能好、带高刷、最好是新款十四 Pro 系列大屏旗舰。目前十四 PM 官网还有9000多，远望呢也还得8000多。按照这个预算，就连基础款十四都拿不到吧？不过既然找到了文文，我这个专业批发商安排，这批就是文文刚从市场拿回来的机器。目前全新十四 PM 128拿货5400，文文5599出；256G 拿货5900。晚晚6099出，要知道很多同行128还在出6000多，而成色差点的电池显示100%，九星机器就这么一台，晚晚直接当福利，四星899出。今天就是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极致性价比。十四 PM 搭载目前地表最强 A16 处理器，性能可以用一骑绝尘来形容了。再加上流畅的 iOS 系统以及 Pro 系列独占的120赫兹高刷，晚晚敢打包票，这手机起码能让你造10年。毕竟6S 叉的传说无人不知。至于影像方面，三后置像素升级到了4800万，它支持高清格式、运动防抖等新功能，实现拍照快、准、狠、录像稳如狗的优异表现。更何况现在十四 Pro 对比官网已经暴跌至一半的价格，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了。最后经过跟粉丝沟通，因为对成色没有要求，还是选择了5499的十四 PM。那么晚晚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是你，又会考虑国行还是美版的十四 PM 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